Hello， 我是 Lucky。今次介绍的是新的六星超人托利加托利加括弧暗黑版的新试玩啦。咁呢位劲喺哪度呢？个醒都见到啦，30C火力兼双暗串烧嘅，然后技能方面都唔错，进化后系6CD 嘅生成剑破双级技啊。所以成个配置之下咧，毫无疑问地就系暗战机嘅形状啦。而今次编成系点呢？就系咁嘅，叮叮就系呢一队啦，系团长战机打翻白色叉灵珠嘅编成啊。而通关时间方面 ，Lucky Lucky 第一次通关咧，虽然时间方面系拖长咗啦，毕竟转大版面咧，个人系会慢少少嘅。但呢一队系非常之稳阵啊！介绍翻先，首先系巴兰啦，用翻大版面用嘅潜角潜翻两倍，继承系呢一把新嘅 SS 级啊，讲错啊，系神级武装啊，梅比斯神级武装 ，SB 加血兼防绑加埋加速又激减盾，黐线劲到癫。好，第二位新角色嘅六星暗黑超人托利加，托利加今次打手用啦，所以前花两倍继承系呢一把暗属性全面强化嘅黑武士武装，贯通兼横排兼串烧。OK， 呢一把 fit 晒呢个暗黑版嘅托利加啦。第三位系呢一位光星神嘅救进前版本啊。应该系救进版啊，强化后嘅30C 八个暗珠强化，黐线，所以潜角都系两倍，继承系呢一把有防绑用嘅画笔啦，防绑兼贯通用嘅。假如冇嘅话，转翻个防绑个绳，计翻个贯通都 OK 嘅，个强制性就冇咁大啦吓。而再下一位系呢一位，都系新进化后嘅极醒水侍女啊，呢个初音版蓝头发嘅。O.K. 个醒六 S.B 用加埋潜角系4个延展耐性，加埋4个血嘅继承系呢一把十年龙武装防绑加速用嘅。O.K. 再 next 系库洛罗转 leader 嘅团长库洛罗，潜翻防毒又得防邪魔都 O.K. 唔潜都 O.K. 嘅，咁系个人喜好啦吓。但继承方面咧，个人极度建议呢一把系异色光龙刀嘅武装嚟嘅。主要用翻系招技啊，2CD 技有解手指解落加回，并且系加翻怼员工呢下，喺2CD 嚟讲咧系神技嚟嘅。今日团长变身后加埋都系4CD 技，非常之靓啊！所以呢一边暗水侍女加翻个队长功，而呢一边嘅库洛罗嘅龙刀咧加翻怼员工，双性可以话系完美啊！而另一边呢打暗战机系呢个配置啦，简单嘢嚟嘅，加血四延前耐性。黑狐嘅武装啦，加血兼防绑用嘅，好编成就系咁啦。最尾拣翻个加血徽章，情报方面连埋战机23SB， 耐性方面云峰挑齐就 OK 啦。好，咁依家马上试一试呢一队点打翻新嘅关卡，未知新星白色龙点打啦 ，Go Go！ 希望呢一次可以快啲啦。OK， 入场之后咧，变身如果睇翻啦，都唔难变身嘅。首先俾人减turn数啦，我哋开翻个十年龙先，加翻速先。由呢边开翻托利加继承技，黑武士武装开翻先啦。再嚟暗战机一段，加埋库洛变身加速。连埋呢一边梅比斯加速兼击减turn。OK， 咁版面呢一回合咧可以硬顶嘅，喺击减turn之下转翻两串。我谂 even 唔够猪都好啦，都顶到嘅，个人系经验试过啦。哇！但呢下转三串啊，白痴啊！我呢下我自杀喎，我杀晒全部人喎，低 B。因为呢下系唔应该转咁多嘅，但我系手行得滞啊。咁啊，太快去到第二关添，呢下都唔系我预期之内嘅。但呢一关照去啦。本身个剧本系第一关储技嘅，储翻晒啲技咧，变完身先去马嘅。但呢一套咧系太快啦，黐线，个人系停唔到手，打太快添。好，第二关，喂，唔好咁快得唔得，大佬求下你。咁打快我真系完全 carry 唔到。但唔紧要啊，呢把可以变身，暗战机变身先，加埋团长。好，呢下就转翻光珠啊，毕竟我哋系未变身嘅。呢单先开埋技先，争啲忘记呢两招技啊！华马斯嘅 Liquid 陀，
加埋呢一招技 Tolita 进化技啊！我再唔开咧，唔使开噶啦。OK， 加翻速先，进化 skill， 千祈唔好忘记呢下，一定记得开啊！OK， 转光珠，因为巴兰技系要转光嘅，仲揸粒光珠，光珠唔该靓嘅，好，仲揸粒光珠就 OK 啦，咁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，好喺光珠够，然后大量暗珠之下呢、这个火力，我冇睇错啊，我冇睇错啊。全部43、43咁嚟喎，唔讲以为打普通关喎，黐线劲鬼高攻啊！所以战机系唔飞咧，一飞系一飞冲天嘅，好唔好 ？OK， 第三关有破熟级就唔惊吸暗啦。我哋开翻战机技先，同埋团长技。Scotch 打埋咧，收爹啊！好串啊，呢个团长真系啊！超级串喎 ，OK， 咁呢一度咧，我哋转翻个，咁差唔多啦。一串横排加翻全部嘅暗珠之下咧，如无意外系乜都死噶啦。呢度全部人咧系乜都死噶啦，放心。毕竟黑武士系有横排嘅技啊。第四关减手指嘅啊，我未有技啊。原先剧本喺呢一关开翻个 Leo 技，唔系 Kio 技嘅，即系光龙刀技解翻手指兼加翻回嘅。但系呢一关系未有技啊，所以变相硬食翻啦。我哋开翻碎石女先，唔使悭技嘅。开完技减翻加工，唔系加翻减工啊，就转翻个轻强嘢咧咁啦。一串横排加翻两串暗，呢、这个火力如何呢？冇加攻击之下都系秒嘅，系冇加攻击之下都系秒啊！见到啦，战机队同打翻平时关一样嘅，白色差力唔住，只系笑话。好，但系呢一关要磨磨技啊，毕竟我哋系俾人转版面啊，所以假如想下一关舒服啲嘅话咧，呢一关储翻啲技先，唔急住嘅。好，呢一度我谂要秒啦，因为半血之后系会减 CD 嘅，都好烦嘅，所以呢下宁愿秒啦。我哋开翻个龙刀技先，库多罗嘅龙刀技啊，加翻回加翻手指打孖咧添。然后呢一弯直接秒啦，我哋转翻两寸心回翻满啲血先，咁啦，两寸心四回翻满血，然后加埋天降之下，我谂都可以秒啦。再见，拜拜，到龙市。好，下一关第六关啦，有先制嘅。都系呢个数字啊，63960，即系呢个安全血量咧一定要够。假如唔够就都几烦下嘅。然后呢一度我哋开翻战机技，我谂都可以试一试秒嘅，试一试咯，好冇？就算秒唔到啊，唔够猪啊，低 B 试乜鬼啊？既然唔够猪咧，都转翻啲暗珠算啦。毕竟俾人缩板啊，呢下唔够靓啊啲猪。好，慢慢嚟先，唔急嘅，两寸都 OK 嘅。帮埋嚟有啲唔健康嘅猪。今次版面唔多靓啊，我哋开翻个巴兰技咧，因为下关系有先制嘅，冇悭技啦。开完巴兰技唔够猪，开翻托利加技唔使悭嘅，因为呢下咧个人想秒佢啊。好，转翻晒横排，加翻咁多暗珠嘅话咧，正路乜都死噶啦！哇，天降咁，天降法咧，好火力方面又系过18、10亿位数，放心。第七关先制嘅有，今次抽水啦，帮埋你三色阵。但系三色阵喺战机之下咧，变咗两色阵啊 ！Thank you 你，
好，呢下转翻个横排加串烧啦，大量串烧唔该。咁啦，吓、啊、虽然好差吓，有佢啦，唔鬼搞啊，转埋先讲啦。好，四串暗加埋天降之下，铁龙换士都系一枪秒嘅，非常之轻松，完全系唔使惊火力唔够。OK，next 系第几关都唔知啦，但系版面系唔够猪嘅我哋，因为啱啱忘记开翻降星神嚟解翻个天降啊，傻猪。OK， 咁唯有呢日开翻啦，毕竟生成都有嘅。开完之后转翻一枪咧，终于可以转翻贯通啦，各位，可以试一试我哋最大火力。托利加暗黑版特利加，连埋降星神嘅贯通十施三粒嘅火力，睇下如何啦，各位。加埋天降系有嘅，好零 buff 之下，托利加三十亿 ，really good， 三十亿 over。下一关第九关啦，呢一关都系可以秒嘅，开翻战机先，开完直接嚟咯，唔谂啦。我哋先转后奏啦、啊、先转后谂啦，秒唔秒到咧都系转完先讲。OK， 咁喺版面横排兼暗串烧天降一串一串咁少，但系都哇都够力嘅。有 buff 嘅话咧 ，even 三串都好。托利加兼暗降星神系43嘅定一定啊。OK， 下一关俾人减攻。俾人减攻嘅时候，个人见开翻呢一招技，初音嘅技啊，开翻先，加翻攻先。六 C D 嘅都 OK 嘅，由呢一度咧谨记储翻技先，唔使急住，打翻左边储翻技先。哇！呢、這个天降叻仔啊，你真系叻仔啊，咁天降法。然后咁焗住呢下咧，点都要秒啦。又被人减攻，再嚟十倍攻，加埋个盾添，开翻战机嘅要秒啦。嗰下天降真系估唔到啊，冇办法。而秒嘅时候转翻全 combo 横排都 OK 噶啦。咁咧横排兼翻五 combo 减秒啦。虽然呢下系意料之外嘅，嗰下走火。OK。搞掂第十一关，抽边一位呢？火龙换士，今次系吸火兼木嘅。咁战机技未有嘅情况之下咧，先磨一磨先啦。由第二枪，哇吸光啊，咁贱啊你！哇吸光呢日贱到劲鬼狗啊！我劲惊啲光珠天降降到我傻啊！咁呢下冇计啦，版面咁差嘅情况之下咧，焗住开翻战机加埋托利加嘅技啦。但呢一招技本身留翻下一关用嘅，因为下一关系有破伤级嘅。但今次版面太差，我又唔想同佢玩太耐咧，所以系开几秒啦。呢下系意料之外啊！死嘢劲过迫害嗰啲版面，边人啲黐线啊真系！有冇咁迫害法啊？好，转翻横排兼翻全部嘅暗珠之下，同埋交攻技嘅话咧，火力方面都系好舒服嘅。一推秒，特别在下一关十二关就唔舒服啦，因为吸光暗嘅，吸光暗嘅话打法系要转一转啦。点打咧？先开翻个加翻攻先，打孖咧收爹啊！有你先磨两弯啊，先磨两弯。睇住翻右边只吸暗嘅猫猫咧，磨翻两弯先。喂，低 B 啊，喂，冇啊，冇死啊，黐线！哇，天降又玩死我，真啲，哇，吓鬼死啊喂！好，第三下就可以秒啦，呢下可以秒噶啦，我哋开翻呢一招技降星神技。就直接车埋去啦，两串横排先，好咁啦，双横排加串暗，点解呢下可以秒呢？因为 Even 呢下打死左边嗰只咧，
右边都唔会发狂住嘅，佢系只会系啦，夹翻两倍弓同埋结界而已，仲有冇减弓而已？咁下一位开翻水侍女就 OK 啦，再开埋战机呢下秒啦。秒嘅时候，今次都系转翻最大嘅 combo 数啦。咁啦，大概转翻晒全版都系一个一寸暗环牌兼五寸暗之下咧，呢、這个火力猫猫傻猫，拜拜！用超人打猫啊，真系癫到。好，今次版面系冇迫害到嘅。嗱，假如两只神狼嘅话咧，系有机会全版系15+15粒光珠嘅，变相系大机会冇暗珠啦。但今次系冇迫害到嘅，假如迫害到嘅话咧，开翻个水侍女技能，今次冇就直接去啦。OK， 暗环牌剑三寸暗，睇下呢个火力如何啦。好，五寸暗添，大火力嘅，一夜扑埋去，全部跟升。神秘光源减攻嚟啊，减啊减啊，再嚟啊，再减啊。OK， 你越减力，我越兴奋啊。团长打妈咧，收爹啊！今次暗战机主场啊，全部同我收爹。然后收完佢爹之后咧，开翻个暗战机，呢一弯就直接秒啦。咁啦，呢班友仔唔识分装限嘅。系咁疯狂搞啊！啲队员，好喺呢一个非常劲嘅天降之下，火力方面，大佬以为打四次元啊，黐线，完全冇减攻嘅感觉啊！再下面，哇，暗状态嚟啦，暗状态嚟啦，呢一度咧，个人先建议睇下先，个人建议先转翻十字先啦，点都系噶啦，转翻十字解翻啲暗状态先。同埋十字嘅话，我谂都未必要秒嘅，应该话唔过半血嘅。我谂，哇，天降难讲，大镬，天降难讲，求下你唔好啊，冇啊，冇啊，吓死，哇，争啲真系中晒福，冇事，哇，争啲中福啊，因为呢下解天降咧系都几冒险下嘅，但系你唔解个眼都盲啊，所以解完之后呢下舒服好多啦，然后再开翻个。降星神技啦，召开啦，加埋战机技，咁嚟一次个秒啦，系嘛？毕竟秒嘅时候咧冇悭技啦，大概系咁啦，都转到尽晒啦。玩牌加个贯通，反面十不思，呢个火力之下秒系一定噶啦。再见 ，boss 啦，一踢即到 boss 啦。啊，咁冇得输噶咯，我哋今次冇得输噶咯。但第一回合咧，又俾人减攻，开翻个水侍女都 OK 嘅。但个人呢下想悭翻啲技啊，因为前面开完巴兰技啊，假如唔做翻个梅比斯技咧，激减盾冇嘅话咧，变上 boss 哥系顶唔到半血啦。所以呢弯做翻技先。好，呢下缩翻血先，缩到呢个位置靓嘅，毕竟未做完期啊。然后开翻 Kyo 技、光龙刀技，又收佢爹先，再开埋十年龙技，咁差唔多啦，我谂。好，呢一度转翻战机先，和翻两三 turn 先啊，冇咁快瞄住。喂，咪啊，真系冇咁快秒住我，劲惊秒啊！冇啊，冇啊，冇啊！喂，低 B 又未出完技啊，我都 OK 嘅，争两回合都 OK 嘅，都仲顶到。好，既然就嚟出完技嘅话，开翻降星神先。暗珠放提下先 ，OK。由呢一回合直接嚟咯，唔谂啦，冇错，呢时候唔谂啦，转翻贯通先。波士系必须贯通啊，
唔该。低 B 唉，我下面连睇咗啊，唉，整下傻嘢呢下打唔入添。咦，光呢下靓嘅，极之靓添，咁唔得啦，呢下一定秒啦。但我惊走火喎，点算呢？好辛苦啊呢一铺，呢铺好辛苦啊。光呢下极之靓嘅，但系我哋未有技嘅情况之下咧，我又劲惊走火。所以唯有轻强啲啊，都系以免走火啊。咁算啦，贯通加翻两寸暗咧，我谂系应该冇事嘅，冇事嘅。吓死，真系心都嚟一嚟。OK， 终于有技啦，死人巴兰技、墓碑师技，储劲耐呢一招技。因为假如冇技系顶唔到佢半血嗰下啦，所以招技一定要有啊。由呢位开翻墓碑师技。就连埋光车呢下咧，直接上啦，各位直接上啦，唔谂啦。毕竟有盾嘅话咧，都冇唔上嘅理由啦。好，转翻横牌，横牌靓嘅呢下横牌上面就贯通，呢下咧系唔谂啦，真啲又炒车啦。贯通横牌一寸暗。连埋 combo 系15 combo， 呢个火力直接 OK， 三枪可以秒。临尾呢一枪咧，一定可以秒噶啦，各位。俾人减攻，再嚟乜都好啦，乜都好啦，乜都唔使理啊！我哋开翻龙刀技，团长打妈咧，手跌白色龙，咁我草技就要唔系打爆你嘅。然后开埋呢一招技，降星神先。暗珠放题放到好题添，今次啊，加埋呢招技啦，托尼加嘅技五倍攻，哇咁放法会唔会转唔到猪咧？睇下先，我劲惊转唔到猪添啊！咁放法，嗌照佢啦，唔谂啊，因为个人系唔中意思考。好，呢下转唔到由佢啦，直接去啦。咁啦，似乎系啱啱好够嘅，吓鬼死！够啊！横排加翻贯通，同埋加翻开先。反面九十 C 挂我谂，有嘅十一 C， 连埋天九十三 combo 呢个火力睇翻啦。廿一 C 系三，廿一全部顶晒攻。光车有云端，火队有不头龙，而暗队咧系全部可以顶攻嘅。OK，Clear 一踢搞掂。好，今次就系新嘅超人托尼格嘅编成介绍啦。在试完之后，个人认为火力方面是很不错的。毕竟30 C 配置连埋双暗属加埋呢一把剑啊，黑武士剑之下咧，简直大杀四方咁滞啊！而编成方面打翻白色龙都好稳啦，个人认为。最主要是火力够高啊，系全队嘢咧，每一只都是火力嘅，所以系唔担心系打得慢啦。但系慢嘅原因都有嘅，毕竟系大版面啊，喺大版面之下，假如唔留意唔留神嘅话咧，转下转下系好嘥时间嘅。就好似甩佢甩佢咁转好转满嘅话咧，系好嘥时间嘅。所以假如打翻差零住，留意翻啦。但整体方面都系胜在火力够高，加埋水侍女嘅初音版，同埋团长继承嘅水版光龙刀两只之下咧，系可以解晒全关嘅减攻啦。所以对应力都有。假如暗战机团长处嘅话咧，冇必试一试呢一对啦。个人认为都几舒服下嘅。好，咁今次贴片就到呢一度先。最贴片嘅希望俾你同订阅我啦。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